你做了一支影片之后，你把我跟连千亿串在一起，连千亿，我跟连千亿还在网络上面讲难听，也有点火药味的。你的方式就是这么幼稚啊，跟你做的片一样幼稚。你就继续鬼打墙，连千亿又 B 一七，勾二都是对的，这我懂嘛？就像女神嘛，女神的放屁是香的啊，拉屎也是可以吃的啊。女神的脚皮还是做麻辣火锅的。今天晚上不管你怎么掰。老子一定再把你掰弯。你今天了解我跟三总到底什么事情？你不了解，人家当初答应我什么，口头答应我什么的，我才下去做的吗？你也不了解，你这些新闻的来源，人家都是写假新闻上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知道。我们这边没有赖吗？不给你求证吗？你也不打电话来，你也不赖过来。你要我说过了，今天大家都认识一场。你今天有什么问题？你要做一支影片。我们可以把东西都给你看。你有做吗？你没做，你没有尊重这样的流量，你是卑鄙小人吗？如果今天这个社会上你这样不叫卑鄙，什么叫做卑鄙？人家正在悬崖，你要踢人家一脚下去，这叫什么道义？这叫做不公不义。你做了一支影片之后，你把我跟连千亿串在一起，连千亿，我跟连千亿还在网络上面讲难听，也有点火药味的。你把我跟连千亿串在一起。我搞错，上次那件道歉事情我就已经讲了10遍20遍，我也很不爽。后来连千亿私底下跟我们道歉，我才算了。今天哦，勇于面对事情。连千亿不是你爸，不是你妈，不要认为今天人家出来，今天针对你的事情再讲，你就说连千亿哦，我们又跟连千亿告都一挂。因为我要提醒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网红，所有人，你可以嘴阿管这个人，你可以说我没有水准。但是你不能说我去拿人家的钱，我的师德绝对有问题，你不能说这个。我用命拼来的东西，你在我上面撒包尿拉泡屎，只为了你的流量，只为了你的流量。你做一次影片，只为了付会员，那我到现在还在我跟连千亿，我是不想要去吐连千亿的。再讲白一点。我跟连千亿完全交叉点的人，你的方式就是这么幼稚啊，跟你做的片一样幼稚。所有聊天室的老粉都曾经听过分享的一句，这些人就是我今天做直播的动力。你越写，我好像直播越讲你；你越写，你今天写什么，老子明天就什么，把你天上，把你搬你，你就继续鬼打墙。连千亿又 B 一七，勾二都是对的，这我懂嘛。就像女神嘛，女神的放屁是香的啊，拉屎也是可以吃的啊，不是吗？女神的脚皮还是做麻辣火锅的，女神都没有狐臭的，这叫做什么？黑道崇拜症。哎呀，我好崇拜，我好崇拜她哦。今天晚上不管你怎么掰，老子一定再把你掰弯。我不是要掰你的性向啊，好不好？我看你怎么掰嘛。